家乡的父老乡亲，大家过年好！我是辽宁男篮主教练杨明，我是辽宁男篮郭艾伦，我们给大家拜年了！哇，欢迎欢迎！我们将在晚会重要的时间节点为大家开启红包与幸运时刻，在这个百年梦圆的小康之年，为全省人民送上富足美好的祝福。大家看到我们，就相当于看到了幸运。我发现啊，这辽春春晚真是太有眼光了。为啥呢？把我们篮球界第一帅的我和第二帅的你都请来了，然后而且我俩长得还特别的喜庆。我没有你喜庆，我也没有你帅，你是篮球界第一大漂亮啊，同时你也是辽春春晚的吉祥物，是吧？不是啥玩意儿就吉祥物了？你要说我是一个英俊潇洒帅气人见人爱的小福娃还行，那吉祥物那不是人呢？行行，你不是吉祥物，你不是物，行了吧？你说谁不是物了？你现在场上就出来说我，现在在场下了，都辽春春晚都过年了，你还说我，你怎么说我？哎，艾伦啊，一会儿给你布置一个抢红包的战术啊，一会儿天上咔一下往下降红包的时候，你就往观众席冲啊，拿红包密你就卡住位啊，没等观众伸手，你先把红包抢回来，搂住，明白没？不是杨导，这招能行吗？对方这么多观众包夹我，怎么我又吃个 T， 我这 T 还不够多呀，是吧？啊，我这犯不上啊，我还抢红包是你真不咋专业，你瞅你一天就研究啥，除了打三分，要不就打两分，你看这。刚才主持人说了，这20亿大项目。哎呀，那这盘子属实有点大呀，控场挺困难。咱们还是专心把这份幸运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吧。但有问题啊，说实话。啊、请说。那我要是说我把这主持人说完，今天以后你可能就没活干了。我这有点危机感了，是不是？你肯定的。那主持人聊天一看都搁那录用我了，你到时候回家有危机感，但是我要向大胖亮学习一下。啊、你好好学一学，好嘞，学一学主持。金牛奋蹄会锦绣，同心共赢开门红。在这普天同庆的时刻，在这合家欢圆的日子里，我们相会在这里，把满满的喜悦和欢乐与家人一同分享。接下来请欣赏由贾冰、辣木杨子、于洋共同带来的小品嗨老爸。要要切克闹，幸运兄弟来报道，我是帅气的小闹闹，我给大家发红包，辽宁振兴传捷报，幸福指数嗷嗷高，小康年里祝福到，辽市春晚最热闹。不好意思大家啊，我们又来了啊，别看烦我们啊，毕竟我跟你们说，平常你看着咱们不容易，只能在辽市春晚的舞台上才能看着我们这么精神帅气的辽宁小伙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看到了幸运兄弟就意味着大大的惊喜，就像歌里唱的那样，听我口令，走曲儿，走曲儿，恭喜你发财，红包往兜里塞，小伙都比你帅，姑娘都比我白，新年都精彩，恭喜发财。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都收到了我们的祝福了，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开启幸运时刻了，全场跟我一起欢歌庆小康，惊喜从天。